邀请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近日访美，成员包括徐沛东、唐国强、姜昆、张铁林、郁钧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及洛杉矶举行两场大型书画联展，并在洛杉矶与中美著名政要和企业家进行见面活动。此次访美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均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他们不仅德艺双馨，在演艺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是学养深厚、技艺高超的著名书画家。这次在联合国总部及洛杉矶举行的书画联展，堪称中国艺术界对外交流的一大盛事。代表团一行2月3日来到洛杉矶，参加侨界在玉珍楼举行的盛大欢迎晚宴。当天有华裔政要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官员和各社团侨领与代表出席，艺术家们进行了现场精彩表演和抽奖等活动。姜昆先生的龙，龙在天。